先去拿一盒那个铝箔纸，已经拿过来了。OK OK， 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假装真的开始，然后。我是嘉威，我是这里的执行长。我是席恩，我是这里的执行长。我是顾中彦，我是他里屋漫画馆的馆长。我是作家璇，我是他里屋绘本馆馆长。我们是一群来自武科大的团队，我们在他里屋。我的工作应该就是说，确保我们整个园区可以正常的营运，包含活动办理，还有管务，甚至是人事，就是整个园区的营运啦，能够顺利的进行，就是我的工作。那我负责的工作内容是整体园区的行销策略规划，那凡指所有的馆舍所举办的展览活动或者是节庆外，那我会负责去规划它所有网络宣传的一个期程，然后将所有的活动的资讯啊或者是成果发布于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粉丝专页上面。那此外，我会擅长去做一些快速的拍摄和剪辑，制作出许多的活动的一个短片，那也共同做一个分享，那可以让我们社区朋友还有游客都可以看见我们园区经营的一个成果。那我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就是管理整个绘本馆，让绘本馆可以顺利的运作这样，然后办各式各样的活动，像周末的定期都会有志工的说故事活动，暑期的营队跟 DIY 的部分。那在团队中的话，我的定位会比较像一个机器中的一个小齿，就是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这样。我必须要去做一个调配，是说就是我要如何让大学的学生以及师长们然后走到他里屋或是走到斗南这个地方，其实这是我比较负责的部分。那另外一部分也是就是辅助园区的一些活动推动以及计划推行这样。来到这里的第一年呢，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去认识地方，去走踏了斗南非常多特色地方。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出版了遇见他里屋的在地绘本，也拍了一些纪录片。真正的去认识斗南，了解斗南之后，才有办法在第二年去转换出这些文创的价值内容。其实慢慢的经营到现在，开始会跟一些在地的企业，像是丰喜食品，我们去办了一个微电影的颁奖典礼。晚上的9:51，然后今天早上也是9点来，所以大家已经工作了12个小时。就是时间上永远都会一直在跟我们做赛跑一样，然后计划赶不上变化，然后是彼此去互相 cover， 去截长补短。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大家加油！希望活动顺利。OK， 希望明天的活动可以顺利的进行。有一个好结果，然后辛苦大家。其实这个颁奖典礼，我们前前后后
筹备了很久，是抱着很忐忑的心啊，因为毕竟要来的人很多，虽然中间发生了一些小困难，那我们也都很顺利的解决，那最后有很完整的把这个典礼办完，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成就感的达成。以农业为主题的一个微电影竞赛，让我们去重视到农民他们对土地的付出。我们六八电影馆就是身为我们云林在地的馆舍，可以去承办这样子的一个颁奖典礼，相当程度也是说为自己的农民或是为这份产业给一个鼓励跟肯定这样子。除了整个园区的管理之外啊，我还有处理就是美学馆的部分。那我们把它定调在一个长明美学的推广。那我们这一次在美学馆筹备的这个展览，找到的是一位刚毕业的摄影师。那因为年轻人或多或少对于未来会有一些迷惘，那我觉得他跟斗南很像，因为斗南他也是很有魅力的地方，但是给外人的感觉却像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所以我希望这位摄影师他可以透过为斗南去拍摄一些作品，彼此的魅力能够相互映衬，让彼此能够去凸显出他们都是很美好的，都有很美好的灵魂，让年轻人有一个舞台。那同时也希望年轻人他的才华能够回馈给这片土地，提高对斗南的认同感，那也发现斗南他的美好。在这个淳朴的小镇里面，其实有一群年轻人是很喜欢这里，希望能够靠着我们的力量让更多人去认识这里，然后爱上这里。美学馆的策展的部分，对，所以挖掘在地的珍珠就是我的一个任务。我们每日的工作除了维系园区基本的营运与服务外，我们会代表园区对外参与许多的工作会议、策展会议、经营汇报与访视会议等，持续的与县府、学校、社区或艺术单位进行各式各样的策略规划。当我们两位执行长离开园区时，园内的同伴就会镇守好馆舍，并随时接收我们的通知，做好所有的应对或筹备。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大家心里都知道的一个担忧在，就是我们不知道这条路可以走多久。这是一个公办民营的场域嘛，所以该有的限制还是会有。那这样的限制就会让我们想要留下的人会有所顾虑，认为说那这样子我能够做多久？是不是我的标案结束之后，我的履约结束之后，下一个还会是我吗？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大家心中都知道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也是同样，它也是一个反向的动力吧，就是说它是会让我们一直存在一个危机感，就是说如果我做不好，我可能会被换掉，这样的一个危机感。所以我们会一直要去push自己要进步，要去进修，甚至团队必须要更有作为，让别人可以知道我们这些人做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个担忧，但同时它也是一个愿望。我希望我们可以有能力的长久经营下去。对，那它当然前面危机四伏，有很多的困难等着我们去解决。那也同时都是我们大家心中的一个害怕的点，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去克服它。它同样也会延伸出一个我们的期许的愿望。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做长久经营。常跟我朋友开玩笑说，现在这个工作是结合我所有讨厌的元素于一身的工作，却可以很乐在其中的享受这个工作。希望团队可以一直保持这样愉快的工作氛围。我们要加油，然后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都在前进，也都在进步，所以我们都继续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就可以了。这一路上创下的一个基础，还有整个的一个成就，其实都是无可取代的。那这些所累积起来的经验，都将成为我们继续迈进的一个动力。然后很高兴可以加入到无可打他礼物的这个团队。那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努力，在他礼物这个地方。谢谢。
下属于我们的故事。